可恶，昨天失败了，今天再试一次看看。死定了啦！原来偷拍被抓会这么惨，怎么没有事先想到啊？女学工，哎，你看看，哎，就是他吧？那个偷拍女学生照片还把他拿出来卖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就是他。吼，真的有可恶的，死变态！我不要。我不要！不行，我不可以偷拍人家。